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们为什么来台湾？为什么？告诉你们，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没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珍珠奶茶。对呀，我也喝过，超级好喝的。对呢，但是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被问很多问题。对，对方一个人呢是有点难的，真的很麻烦哎。对。啊，那三木，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好啦，那么我当店员，那我当客人。好，OK。不好意思，请给我一杯珍珠奶茶。很抱歉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哎呀，果然很难呢。不对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表演都结束了。也不行，太快了嘛，不行不行。刚刚开始的，快被打烊了。啊，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。不好意思，请给我一杯珍珠奶茶。真奶是吗？是的。那么你要加珍珠吗？不加珍珠的话，究竟是个奶茶吧？那么你要加奶茶吗？连奶茶也没有的话，究竟是个杯子吧？好了，你点的是真奶，不要珍珠和奶茶并个上。等一下，渤海麻酱面的麻酱跟面要分开的。对啦，很标准的，很标准的外国人说的中文，这个叫外国人。我要有珍珠有奶茶的珍珠奶茶，谢谢。好，那么甜度要调整吗？不，甜度哦，我们有正糖、无糖、半糖，还有全糖。全糖那是什么？全糖就是整杯都是糖呢。谁要几号糖啊？我要半糖的珍珠奶茶。哦，了解了。那么冰棍呢？哦，冰棍，我们有正糖、赤冰、小冰，还有小小冰呢。小小冰，哎，那我们点的。应该有戏的，这个我了解了。那么你要中杯、大杯还是零杯呢？零杯那是什么鬼？零杯就是忘了。忘了，大杯，大杯就好。这样的话，35元。啊，35元。啊，我没有零钱呢。我是这样的。啊，那给你1000块。1000块，那么多，谢谢你哦。对呀，你要找我钱啊？是这样的。现在我们有买一送一的活动，超划算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找我钱啊？不是，你的条件不好，你的钱来不？不是买一送一吗？对呀、啊，买一杯送一杯，是送你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开心我开心，大家都开心的活动。哎呀，我失恋了。来，干杯！喝大了，喝大了，喝大了。哎，我的怎么不是真奶呢？换一下，换一下。也不要啦。果然外国人买珍珠奶茶很难呢，是你自己的问题吧？谢谢大家。